我已经在衣帽间里站了好久了，从来没有其他时候像现在这样，不知道该穿啥，感觉好多衣服真的都穿不下了，尤其是裤子的。而且今天是情人节，还想稍微有一点节日的气氛，好纠结呀。这个项链是情侣的。是一个锁，然后发条是银色的。香奈儿这个耳环，我买了好像戴了一次还是两次，反正不超过三次吧。今天就戴它了，那天就比较的粉。去过节了，你们俩在家待着哦，拜拜，听话哦，听话哦，不要在家尿尿好吗？中午约了一家餐厅，然后是我之前看一个视频博主进来以后，一会儿打在屏幕上。对，他说是给他惊喜特别多的一家餐厅，所以我还蛮好奇的，就想来吃一吃。这个是情人节的菜单，那这个做的还蛮漂亮的，是这种烫的烫金的。然后有布置，我提前约了，然后所以给我们留了还蛮好的位子。你们还记得这件外套吗？这个是，应该是2018年、2017年的时候，什么时候去的日本啊？2018年吧，2017年底的时候，12月，嗯，然后那件毛毛外套，然后后来好像也没怎么穿过，我觉得还蛮适合今天的节日气氛的，粉粉的。然后最近就把以前好多旧衣服翻出来穿，觉得很精致的样子。嗯，衣服，外面特别酥脆，然后进了嘴之后突然化开了，感觉这个餐厅面包也是每一个都非常有料的，就是餐厅的水平怎么样，我觉得餐厅面包就能代表，对，非常重要。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and let me know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我们俩的汤这道不一样，因为它的那个龙虾里面有藏红花的处理，又换成了松露鸡肉汤。它也很好喝，很鲜。这个主甜品长得好像一个火龙果，是吧？像一个恐龙蛋。下面是巴斯克蛋糕芝士饼，然后上面是慕斯。哇，这个红洁面我刚刚吃了，是慕斯，里面是夹心的冰的荔枝，还有一些糖浆。下面是芝士蛋糕，然后饼干底。口感巨丰富，然后这个外面的这个红色的脆脆，应该是巧克力，应该是饼干脆，和糖丝。You are ready? Yes. 我们说好情人节给对方准备一个礼物，然后我昨天就准备好了，他刚进去神神秘秘的，啊，在这儿吗？这。是一把拆包裹的小刀，这不是梳大半毛的吗？我发现梳刘海好像还挺合适的。这
备啊，嗯，你可以回头啊。嗯，这么大，这是啥？这是啥？好看吗？是画。好看吗？好看。画吗？对，挂墙上的。是画吗？是这样看的，不认识吧？哦，这是我最怀念的一个午后。哦，咱们俩的影子，哦，看不出来吧？哦，但我觉得就是你，其实算放在这儿。也还哦，看出来了，你知道是哪吗？哦，看出来了，在首尔的那个下面。哦，看出来了，好看吗？远远的可以看到，好看，好看，哎，好看，哎，这怎么碰到打印吗？嗯，就是找人装裱师。哦，哇，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对，嗯，就是那种，我不想那种一眼看过去两个人的，就是影子的那种，哦，哎，好看，哎，这可以。挂新甲，我想以后可以再搞一些我们其他的东西。可以可以，这是有回忆的一幅画，一幅画，一张照片。烧包的这个大信封包裹又派上用场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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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哇，真的哎！不，我才又是骗我的。等一下啊，哎哎哎，黄绿完勾眼的，不会是真的那个？是那个？是那个旅行包吧？我摸到钉子了，我摸到钉子了。我，哇，真的是，我的天哪！是的，这是你的新包。哇。这是一个旧包，因为它这个 LV 的包用了好多年了，然后有一个地方刮破了，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该买一个替代它的东西。哇！然后是就有了这个礼物。帅吗？嗯，所以我昨天巨着急去摸猫，人家六点就下班了，我5:40到的。哦，怪不得，早知道我就把你拖到6点来送包了。我要是昨天不去吃饭呢？我就在想别的理由。Give me a hug。还记得我们去年情人节的那个是怎么过的吗？当时不是疫情很严重吗？然后我们就在家挑战，发条帮我化妆，然后最后去玩了那个 Just Dance 的2020版吧。然后那个应该就是我们这一年当中唯一一次玩它，然后时隔一年之后呢，我们发条又把那个摄像头拿出来了，他现在在装这个摄像头。PS 玩这个游戏，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它要识别你的身体，然后就很容易识别不到。时隔一年之后，看看我们俩的舞姿有没有进步。那是不能够的。有没有？大家都不愿意理我，结果不能玩了。我们大概率是要更新的。嗯，你还记得这个舞吗？这个点呢？哎，这个是只有 PS 有还是所有都有？Switch 也有。哦，它这个可以有录像，然后我们刚刚看了刚刚录像，就想看一下去年的，然后跳到底有没有进步？你好像有哎。是吗？你幅度更大了吧？这跳挺好的呀，你看。我当时还挺瘦哎，这么看。飘的，好像是一样的感觉。对。哎，这个好。好迪士尼啊，这个。
这是啥意思我就不知道，这是干啥的？不想听。大发哥看啥？看你鞋你呢？Ha ha ha!